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银仔。因为中国马上就要到618了嘛，每次到这个618的时候，我看大家都非常兴奋，会可以买到很多便宜又好的东西。但是韩国呢，没有618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内心呢非常羡慕大家，所以呢，我为了间接性的体验一下大家的这种感受，我去了一趟东大门。反正大家应该知道，东大门是一个购物天堂，可以买很多很多便宜又好看的衣服。所以呢，买回来了这么多，那里真的是好物多多。然后挑选的话，真的可以选到很多好看的衣服。买了裙子、衣服、裙子等等的东西。反正我看之前好像有很多姐妹们也想看我的夏季穿搭，夏天也正好要来临了嘛。我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在东大门买的一些衣服的穿搭。好的，那我去换衣服啦。